拍摄，刚有在进家不？有有有。有哈。多谢你哦。你上班呢？那么早、啊？哎呀。OK， 好，我吃酒哈。无啦，我这哎滚下。好嘞，滚下哦。好。啊。好啊，另外一个人证件借我一下。好，身份证报一下，身份证报一下。啊？啊，你是无报的，哎、欸。来，你是什么案件？走，下来。什么痛？我不会跑了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什么痛？没有两公交。毒品痛。来，你先报一下好不好？你自己都知道。另外一个要告昨天紧张的那个啦。是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好，好 ，OK。好啦，啊，身上没有东西吧？确定了。啊，你母仔啊？母仔啊。啊，没有啊，还是要面对，好不好？身上都没东西哈。你要去我们派出所就在这附近而已啊，有对啊，中路派出所咱要不？好、啊，我跟你讲，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通缉哈，你受询问者请效力权利：一的保持沉默无助，二被依十二申诉；二的选任辩护人，如未递受，如获通缉，受如获原诉。